高血压，然后头痛、头吐，然后就是很难受、很难受了，然后去医院。医生怀疑，他说：“小姑娘，你可能得的是肾衰竭。”报告出来就直接就确诊。就是感觉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，换肾是最好的解决方案。我以为哦，随便谁的肾割一个放进去就行了。那时候真的彻底绝望了。他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，他的名字叫陈月静，他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，他爱美，爱笑，爱做梦，他的绚丽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可是有一天，医生突然告诉他，他得了尿毒症，尿毒症如果不及时治疗，就会出现感觉迟钝，感情淡漠，面部或者下肢水肿，还会出现抽搐、惊厥，甚至死亡。医生说，陈月静的病情已进入晚期，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肾移植。一般情况下，直系亲属配型成功率非常高。然而遗憾的是，他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都没有配型成功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个花季少女的性命最终能否获救？好，让我们一起寻找真相。陈月静的家在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的张荣村，家里的生活虽不富裕，但一大家子人却非常和睦。陈家老两口对于陈月静这个最小的女儿更是疼爱有加，爸妈对他非常好的这样子，可以说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也不是疼爱的，我觉得都不能说是疼这个字，就是一种溺爱。对于这种无私的关爱，陈月静很珍惜，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并不是陈家的孩子，而是被人丢弃的。从小就知道，因为刚开始应该是小孩之间就是这样子谈起来的，然后老妈就直接就，她就说嘛，她说，你是我们就是抱养的，不是我们亲生的。那一天，母亲苏玉荣将年幼的陈月静抱在怀里，跟她慢慢说起了那个月圆的午夜。那个晚上非常冷，因为有5个孩子要照顾，所以苏玉荣忙到很晚。临睡前，他走进院子准备锁门，可就在这时，门外却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婴儿啼哭声。他老是哭，老是哭，后来就下来了，下来就发现了他，那时候他已经冻得青一块紫一块那样子的。家门口突然出现的婴儿让苏玉荣很为难，因为那时候的陈家穷得几乎揭不开锅，而且还有5个年幼的孩子需要他照顾。因为他妈妈没有这个条件来养着妹妹，因为那时候经济也不好，家庭也负担比较重，所以说当时报到那个政府里面去。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镇政府对婴儿亲生父母的查找工作却始终没有进展。无奈之下，善良的陈家夫妇办理了收养手续，将孩子带回了家。就这样，那个小婴儿成了陈家的第6个孩子。因为捡到的那个晚上月亮特别亮，周围特别静，于是给他起名陈月静。
知道真相的那一年，陈月静还很小，不懂得什么是伤心难过，而陈家人对她的呵护关爱，更是让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被遗弃的孩子。一养养了一段时间，慢慢也就会有感情起来了。如今21年过去了，陈家人对陈月静的爱始终如一。不难想象，当一家人得知肾源配型全部失败后，该是一种怎样的打击？锥心之痛，无法言说。医生就直接说，他就说，让我们就是说，找到就是亲生父母嘛，然后他们如果愿意捐的话，这样子对我是很好的。因为只有他的亲生父母的几率会高一点，然后，那当时是医生给我了我们一个提点。医生的建议，让陈月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之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去寻找他的亲生父母，他觉得那样忘恩负义。可是现在，寻找他的亲生父母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途径。他将何去何从？为了让陈月静活下去，他们的养父母找到了村干部，让他们协助自己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。那么他们是否能够找到？20年前到底是谁把这个可怜的孩子遗弃在陈家的门口？我爸爸跟村书记一聊，然后村支书就说他行，他说我给你登报找一下看，是这样子。关于陈月静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被迅速传开，热心的乡亲们四处奔走，以最原始的方法传递着信息。随后媒体也介入进来。对于你们当初可能抛弃我，我不会怨恨。可能这个想法他们可能会觉得任何人听到可能会觉得有点假，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恨过，因为我现在的家庭给我的爱不比任何人少。对于你们，我希望你们能出来见我一面，给了我第一次生命，也给我第二次生命。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此事，很快询问电话信件从四面八方涌入了这个原本平静的村庄。可遗憾的是，那些来寻亲的人都被一一排除了。直到2014年1月的一天，一个神秘女人的来电打破了沉闷的局面。打过电话给医院，就是说她要捐肾，然后这个是肯定不允许的，是吗？然后他们后面嘛就联系了我们村支书。电话里，神秘女人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，并且只说捐肾，其他一概不提。她似乎在极力隐藏着什么。让人疑惑的是，这名神秘女子究竟是谁？她与陈月静又是什么关系？她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“我只捐肾不认亲，只捐肾不认亲。”但是不管怎样，我国法律明文规定，为杜绝人体器官买卖，器官捐献必须限定在配偶、直系血亲、3代以内旁系血亲，或者有证据证明两人之间有帮扶关系的才能进行活体捐献。所以想要将自己的肾捐给陈月静，就必须要做亲子鉴定。因为做这个手术的话，因为户口是属于我养父母那边的，所以必须得有这种亲子鉴定的这种证书才可以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那名神秘女子还会将自己的肾捐给陈月静吗？她试图掩盖的真相又是什么？在工作人员的极力劝说下，这个神秘的女人终于说出了一个埋藏在心里21年的秘密。画面中这个女人名叫叶月莲，就是这个神秘的女人给陈月静捐了一个肾。
21年前，叶月莲生下了第二个女儿，这让她的婆婆大为不满，因为她的婆婆一直想抱一个孙子。孩子生下没几天，叶月莲就发现小女儿不见了。叶月莲多次问婆婆，可是婆婆没有告诉她实情，直到婆婆去世之后，她才知道是婆婆把孩子遗弃了。那么陈月静是否是她的女儿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她为什么只捐肾不认亲呢？你想就是找过他们的吧？想过，找过吗？没有找过。嗯，是没有途径找吗？还是怎么着？嗯，他所以不敢去找。不敢去找，为什么呢？找，万一找到了，又怕打扰到他的生活嘛。2014年春节前，陈月静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早已经传遍了整个镇。当时还在外地打工的叶月莲与同村好友电话聊天时才知道了这件事。开头是我隔壁邻居跟我说的，嗯，我就感觉挺像的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叶月莲就觉得陈月静有可能是自己的女儿，但她并没有直接去找陈月静，而是打电话给医院，表示要捐肾。他可能是想救我，但是嘛，他觉得我毕竟就是在养父母家长大。根据规定，想为陈月静捐肾，叶月莲就必须要证明他和陈月静有血缘关系。2014年3月12日上午9点，在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门前，陈月静第一次见到了电话中的那个神秘女人叶月莲。挺像的。很像。他也觉得像吗？好像有一点像。见到他好像特别尴尬，我就又不敢看他。其实我看到他第一眼，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很朴实的那一种，给人感觉就是其实还是挺亲切。认亲对吗？你们两个那个身份证都有吗？进来。在亲子鉴定中心，两个人都很紧张，从办手续签字到抽血化验几乎没有太多的交流。他们心怀忐忑，五味杂陈，不知道彼此是不是失散了21年的母女。两天后，在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，两个人又见面了。这一天是亲子鉴定结果出来的日子。我们这个结论写得很明确的是，支持叶月莲与陈月静之间是存在着亲生血缘关系的，就是说你们俩是存在着这个父女关系的。是存在。对对，是的啊。医生的这句话犹若一声春雷，惊醒了沉睡了21年的母爱。叶月莲抱着丢失了21年的女儿，失声痛哭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没有保护好。他的第一反应就站起来，然后就抱着我就哭，然后嘴里一直讲着就是对不起。其实我有幻想过说第一次见面跟他说什么，然后到了见到他的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没有保护好。2014年3月14日，这对母女来到医院申请配型，配型的结果要等待11天才能出来。在此期间，他的亲生父亲和同胞姐姐也来到这里，那么这个配型最终能够成功吗？其实我觉得，反正刚开始的想法是，不管
配不配得起来。因为那个时候说早到的时候，其实我没有考虑到说换肾这一块，其实我就觉得说早到了，那一刻的心情其实挺放松。陈月静的亲姐姐担心妹妹会因此紧张害怕，所以经常安慰妹妹说，如果母亲的配型失败，还有她。我们家里三个都在争，就是争那个肾，争那个月经嘛。由于陈月静的姐姐对妹妹当年被遗弃的整个过程并不清楚，所以这个同样善良的女孩在得知事情原委后，经常埋怨父母。她其实第一知道这个情况的话，她很生气，她就说我，她说妈妈，你干嘛不帮我送呢？那个妹妹还小呢。在等待结果的这段时间里，一家人租下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。每天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都要烧火做饭照顾小女儿，他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弥补21年来对孩子的亏欠。小屋虽然简陋，却因为这份迟来的爱显得格外温馨。2014年3月25日，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肾脏病中心传来了好消息，陈月静与母亲的配型成功，这让一家人看到了曙光。为了约谈手术事宜，陈月静的亲生父母与陈家人第一次见面。辛苦你了，我怎么电话后面爱吗？看着眼前赋予了女儿第二次生命的陈家人，叶月莲除了感激，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。他觉得自己的女儿真的很幸运。手术的约谈正在进行，但陈月静却越来越后悔，她害怕因为自己让亲生母亲受到任何伤害。移植呢也是有很多风险，说实话要从人身上拿下一个器官就是挺有风险的。我心里还是觉得挺对不起他的，但是这些他亲生妈妈也说叫我不要想太多。2014年4月28日早上6点半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陈月静被推进手术室，肾脏移植手术开始进行。经过8个小时的手术，肾移植取得了圆满成功。10天之后，他的身体恢复良好，出院了。为了方便照顾女儿，叶月莲和丈夫辞掉了工作，全家都搬到了医院附近。从叶月莲捐肾到陈月静出院，失散了21年的母女，生活了将近2个月。可是就有一个称呼他无法张口。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妈妈可能到喉咙，但是就是总感觉还是叫不出来。直到母亲节这天，陈月静终于鼓足勇气送给亲生母亲一份礼物。妈妈，这是我第一次叫你爸，从你站出来的那刻开始，我就理解你当初弃我时的委屈与无奈，但是都过去了，你也自己伟大的行为又给了我生命。这些话我时常让自己当面说给你听，但是还是交给你去。不过接下去我有个很爱你很孝顺你的，我辛苦了。是你的生日，妈妈我很爱你，长了这么大第一次说给你听。如今我已长成个青年，可我却不能陪在你身边。妈妈，你等我回家是否望眼欲穿？如今为了了解他的身体状况，我们的记者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。
喂，月静，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们知道这件事儿以后都特别的关心你。那现在我们想知道，做完手术到现在，你的身体状况还好吗？嗯，最近身体情况不是很乐观。那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，有一项指标就升高了，然后后面就住院又做了一个手术。哦，那你的母亲叶月莲现在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了呢？嗯，他恢复的挺好的，基本可以正常生活了。嗯，那平时由谁来照顾你呢？因为我暂时是住在亲生父母这边的，因为他在这边租了房子嘛，然后去医院复查也比较方便。好的，月静，我们在这里给你送上最真挚最美好的祝福，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。嗯，好的。好的，谢谢。现在陈月静的身体内装着亲生母亲的一颗肾，情感上承载着养父母21年的养育之情。陈月静对这两对生他养他的家人都充满着感激。母亲节当天，她同样也为养母寄去了自己的礼物。老妈，秋阳生病了，感谢母亲命令你眷顾我，大家也帮我爱我。我希望你好好过，只要你过得好，我就好。我爱你。对于今后的生活，陈月静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。她想在观察期过后回到养父母身边，毕竟一起生活了21年，从感情上她更习惯，也更亲切。说实话，毕竟20几年的养育之恩，再加上我养父母年纪那么大，其实以那边为中心的话，他们都很理解。而对于再一次给了她生命的亲生母亲，陈月静希望能如录音里说的那样，继续爱母亲，孝顺母亲。陈月静，一个懂事善良、阳光开朗、懂得感恩的女孩。虽然生活给了她一次又一次的打击，但是她却依然坚强地爬了起来。在亲情的保护下，她勇敢面对磨难，努力成为生活的强者。希望在布满荆棘的人生旅途中，他能度过眼前的难关，一直幸福快乐地走下去。21年前，虽然陈月静遭到了遗弃，但是他的养父养母为他遮风挡雨21年。21年后，他的亲生母亲为他捐了一个肾，让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。正是这两份沉甸甸的母爱，让他懂得了感恩和回报。在这里，我们衷心地祝愿他早日康复，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。好，下期我们继续寻找真相。我是马月，拜拜。